他背负着家族仇恨，为复仇勇闯江湖。他拥有着神秘身份，陪伴他走南闯北，两人结伴踏入暗潮涌动的长安。人是很不容易，拼着命才在这世界上活。既然我们这么辛苦才能活下来，我们就不能轻易的死掉。陈飞宇、宋伊人、胡军、黎明、童谣、袁冰妍、孟子义，重磅卡司携手共演一段可歌可泣的奋斗史，一段波澜壮阔的少年行。这样做对你自己来说就是死路一条。是不是死路走到尽头才知道。11月4号起，周六到周日晚间6点全新首播，江夜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